Hello， 各位家长，大家好，我是 DK。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机趣 LDT 416 3.0 Plus 版。哦 ，Plus 版呢是由战略工坊啊自己研发出来的，专门针对于30公尺火力支援啊、哦、长距离火力支援使用。相信啊各位讲友之前有看过我们的 Plus 跟 Pro 版的射击表现。那今天呢，我们介绍这一支啊416 Plus 版，因为我们已经制作完成了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也去拍了影片啊，给大家观赏一下。那我们现在先看影片。LDT 416 3.0Plus 版30米30公尺射击测试弹道测试。刚刚啊我们在影片中看到的就是 Plus 416 Plus 版30公尺的射击、啊、相信呢它可以啊在远距离给队友有效的火力支援、啊、让你的队友可以顺利的推进。那目前呢战略工坊呢在 C6 的部分呢有四个版本。好，第一个呢就是金属齿轮版本，你用波箱金属齿轮。第二个呢金属波箱金属齿轮。好，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 Pro 版。第四个呢就是 Plus 版。好，相信啊更多的版本啊可以提供给枪友啊更好的选择，好，符合大家的需求。那我们今天呢就先介绍到这边，谢谢大家。LDT 416 3.0 感忘记了